啊，到底是哪个兄弟抢了我的 ID 啊？手速是真的快啊！军阳兄三个字在 IG 图里再也不属于我了，现在咱们叫军阳兄鸭，看好了，还有一个鸭子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你们看，当初第一天就有人用上头戴热成像了，这太过分了吧？是不是吓你们一跳？还有这五级甲、五级头。你们是不是很奇怪，我哪来的这么好的装备？其实这些装备都是队友送的，开服到现在人家摸了两个机密文件，两个啊！看看大佬的仓库全是钱，再看看大佬的装备，六级套 VSS， 哎，再看看我的仓库，这就是差距嘛。但是不用羡慕大佬，反正大佬有钱我们也能跟着爽，对不对？嘿嘿，这不就五级套了吗？农场对于我们这装备来说只不过是游乐园罢了，直接冲汽车旅馆。队友冲的也太快了吧，我们好像抢不到东西了呀。不慌，不还有个马厩吗？而且也不怕遇到敌人，我这套装备除了子弹有点垃圾，谁能打得动我呀？热成像一带，嘿嘿，爽。哎，直接就一个 AI 撞脸了，直接干掉。队友都出了两个情报了，我也应该能出点好东西吧，起码来个金狮子呀。没有了 ，no 啊，这电视台凭证也还不错吧？哎呀，那边有生人。这时候队友说前面有人，嘿嘿，我来喽，准备好体验全装的威力吧。咱们打开热成像，就在前面，看到了，直接扫射干掉一个。大佬给我留俩人头啊！哎哎，不是，大佬怎么倒了？你可是六套 VSS 啊，应该是被修腿干掉了。这人是个高手啊！别慌别慌，我来了，在哪儿在哪儿？绕过来了，在这儿，直接扫射。啊，我也倒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垃圾子弹根本打不动啊，修腿瞬间也把我干掉了，都是什么神仙玩家呀，太牛了。其实吧，我就是看大家当初没有钱，用大佬的钱来给大家发福利，也算是劫富济贫了吧。我对不起你啊大佬，上来就血亏了一个热成像，还有这一身的装备，但是兄弟们应该看得很爽吧。兄弟们，农场险恶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还有晚上的金狗牌活动，我等着你们来送。好了，今天又是全装白给的一天，而且还是当初白给热成像，你们是不是要笑疯了？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